你怎么这样撞？赔偿。咦，可以维尼哦，嘿，录下来，把这个录下来，好。喂，在录影，把这个录下来，听到吗？看，打室内电话过去。8647。对。喂，你好。录下来，你们现在开始录，只要撞门就录，然后如果他们撞进来就对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赖先生，请你开门，这样事情比较好处理。你们这是待客之道吗？你们凭哪一条法律可以这样做？你们居然在撞门呢、欸？观光局第23条、第27条法律规范。你们居然在撞门呢、欸，太可笑了！是，请您开门。我们是房客哎、欸，请您开门。有安全的理由需要，有安全的理由，请您开门。你们，我们人都在里面，什么安全的理由？总经理要求你们必须要开门，现在警察也都在这边嘛。先生，你出来，我们好讲话。我们在67、67，这是好谈，这可以。你们居然用撞门的，先道歉吧，先道歉再说。根据法律第23条、27条，交通部观光局法律规范，未行登记者必须要离开饭店。我有登记，其他的客人没有登记，请其他客人立即离开。赖先生，你可以留在饭店，没问题。我们有六，你凭什么撞门？我们已经恳求你开很多次了，你一点都不珍惜这样的机会，请你开门。现在在撞门，然后要求我们开门，对，他们知道我们在里面。